你是想死啊？侬是想死啊？现在退休了，没事体，想想不想想？诗的名字想好了吧？1992年的上海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半日归零。 王阿宝雄心万丈，每天在这片滚滚红尘里钻门路，成世面。王鹤路说，现在最得意的人是谁？阿宝呀，现在不可以这样叫人家了，要叫他宝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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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婆的不仅是他。 凡事总要留一手。我今朝来帮侬谈生意。